然后自己的牌也不给力，想要为下家欧北来，还让轩仁杰碰到。为什么轩仁杰要碰这个三万呢、啊？他是薪资是先碰六万，还是轩仁杰先碰三万？什么意思吗？这个，不知道哈、哦，好像是三万先呢、欸，三万先、哦，好像是三万先。未爆，放枪也没差，放枪有差，不能放给，可以放给第一名啦，不能放给二三四名。哦，是吃起来、啊哦、可是他还很丑。新之歌，这一把之前的每一把都好漂亮，这应该是他今天一整天最丑的一把。对，没错。好好笑、哦。他六九万还不打，因为他不要，现在要打了。他再慢一点打，对啊，轩仁杰就听三六万。哇，五条九，他精神都来了，因为我觉得他突然搞威起来了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我也不知道。哇，他这个四比，他三桶，场面一个动作太快了，那个三桶不知道薪资会不会防守碰，很难过，你下家这把不太给力，听了吗？还没，可是他那个，但是进这个四万有听吗？还没，还没吼，打五万吧，三六万没了，六万全死光了，剩一张三万呢、欸，吼，我摸到我打。啊、正常是这样的，可是、嗯、把四万定价了，不晓得怎么想。而且我，嗯，对啊，都可以呢。摸到什么？他再久一点，那个四饼、喔。对啊，我真的是哦、喔，他为什么不跑啊？他想靠啊，因为他现在就站卫兵啊。哇，你看他惨了他，他惨了啦，他完蛋了。他等一下他就知道。可是我觉得他还有九条，他碰了会打，打得出来，死的啦，他完蛋了，他完蛋了啦，除非他打九条。啊！恭喜，对，那个四饼其实本来就他吃的时候就，对啊，可是他要站卫兵也不能这样说啊，因为他，但是我要是我会去，就是保留条子那边，对，我就是保留条子，因为我不要有那个伸张去最后有放枪的机会、啊。被逆转了，夸张。对啊，赶快赶快，我们结尾完，赶快出去迷恋他一下。好，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。对，恭喜那个新知跟薛仁杰晋级了我们今天的小卫星四取二的小卫星。那我们在期待看他们卫星的时候会不会上直播桌，期待一下。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大家拜拜，大家拜拜。